为什么男人都喜欢找已婚的女人啊？我归纳了四点原因。第一，卫生。相对于找小姐，卫生很多，毕竟也算是良家妇女吧，染病的机会会很少。第二，省钱呢，说不定还有赚。一般出轨的女人啊，不怎么向情人要钱，毕竟在这些女人的心中啊，和情人讲的是感情，不是讲钱。第三，有强烈的征服感，把别人的老婆压在身下，又怎么会没有征服的满足感呢？碰到优秀的良家妇女啊，反而会被认为是有本事，成为炫耀的资本。第四，安全。泡未婚的女子会有很多的麻烦，要承担责任等等，已婚的女人呢，则会安全很多，不用承担什么责任，即使被发现了，那也只是道德问题。而且已婚的女人呢，容易勾引，所以呢，结过婚的有些女人们一定要长一点脑子，不要动不动的就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，不要轻易的陷入这种渣男的陷阱里。真爱真的有那么好遇见吗？